你怎么又碰啊？我没完了，来不来去碰？二饼，快！别催！二龙，花都谢了。催我干嘛呀？跟头，告，又干，能不能行？是碰告你哪样你不占？四龙，我不信了，我再出一张我看你还。 快点，等会儿的，几两？五了，又五，还又五了，七百，起来，停，吃，喝，得嘞，哥，请先对不住了。 东方，老板，白板，字母一条龙，什么？又胡了，能不能玩啊？又胡了，该看了。哎呀，现在差不多。啊，开工。我说你玩牌怎么那么强？哎，对。 你确定没抽老千吗？他根本用不着抽老千，他都记住牌。记牌？嗯，记住自己面前的牌。不光是自己面前的牌，他就马牌的时候，他也能记住你们面前的牌。这多行！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啊，我们打牌靠的运气，人家打牌的时候，心里早就有数了。哎呀，哎，哎，我要说他供不忘，你们信吗？ 甭听他瞎说，这事儿啊还得看运气。今天正好赶上我点顺，你有点太顺了，有就得甭跟你一起打牌了。是吧？没少赢啊！哎呀，一共12000，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啊！ 你要是再说这个词儿，信不信我淹了你？淹了我？那你得找个大点儿盆啊，要不淹不下。臭我你！英子，救救我吧！你先下来，我不，你不救我，我救不下来。哎呀，你下来，下来说成不成？我怕我一下来你就跑了。哎呀，我跑哪儿去啊？你先下来。 说吧，你说尤其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嗯，这阵子他逮着机会就缠着我，还说点好的，每次都找茬损我一顿。啊？你说我跟他急，又说不过去，我不跟他急吧，他就瞪鼻子上脸。尤其他缠着你。对呀，就这种下头点儿，他都不放过我，你瞧见没？你瞧见没？ 他盯着我呢，贼着我呢，哪里盯着你了？救救我吧，银子！哎，嗯，好长时间没吃冰激凌了，还真有点想了。味道咋样？哎，我帮你尝一尝啊。 味道不错，要不你也给我尝一口吧，好吧？那都给你了。嗯。关键是那上面有一丝的唾液，你丫就这么给我吃了？好吃。你丫就这么给我吃了？ 谁让你给他的？让他吃两口怎么了？你不也吃了吗？我跟他能一样吗？哎，郭海，你别没事找事儿啊！哎。
林子，你脚怎么了？你说呢？白天某个人犯驴给我踢的，疼吗？废话，你可以试试。你干嘛呢？我爸在外边呢。我不管，我就要亲，不然我心里过不去。哎呀，我逗你玩呢。我不疼，我平时一直磕磕碰碰的，不碍事，你快点起来。 郭海，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对你哥们儿那样。但是英子，我确实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，我心里特没安全感。 你要是能给我一个确定答案，我不会这么折腾的。你还有什么安全感啊？你天天在我家白吃白喝还不够，还得求个心安理得呀？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不行，我。 真的，特香！哎，你别这样！真的，特香！没这一天，你要想从这儿得到安全感，我告诉你，你一辈子也得不到安全感。英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你在一起的。 我也是个正常老爷们儿，要是为了这个，我干嘛不找个女的呢？我呀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你了，才控制不住。其实啊，你在我心里特干净，我特舍不得碰你。郭海，我们俩都是男的，我能和你做的，也就到这份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喜不喜欢我？ 两难说，你不觉得特矫情吗？矫情为点问，你喜不喜欢我？一点点动心呢？睡觉。你呀，承认一下，会掉二斤肉啊？你呀，还知道还问什么？